嗨，我是 Annie， 今天我们准备要来搭船去龟山岛咯，好兴奋啊。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开箱龟山岛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跟着我一起好好生活。我们现在已经下船了，那因为这里有管制的关系，所以呢他叫我们呢不能停留，就是赶快的快速往前走。这座庙宇本来已经迁移废庙，并将原庙顶燕旗尾敲毁，民国88年将庙改成为普陀岩。普陀岩主神观世音菩萨，它也是岛上唯一领有门牌的建筑物。我们会在龟山岛环岛一圈，还会经过龟尾湖。龟尾湖的湖水为咸水湖，环湖步道全程约650公尺，在一个岛上还有一个湖，这种景象还蛮特别的。这些湖里的植物会造成生态问题，所以会定期的有工作人员来做清理。龟山渔港只用了一个月之后，就因为台风而坏掉了。后来因为渔港的出口有污泥堆积的问题，而放弃渔港的使用，是最短命的渔港。龟山岛为台湾东北部海域及南洋地区军事防御要塞，因此在民国67年开始，军方接管后开挖军事坑道，这个坑道全长800公尺。40年的时候，都北京买的120吨，相当于4000万台币左右。2次大战留下来的大炮，基本上里面很多都躺件都生锈。那这边有没有在做保养？因为之前的2个意外，让军方决定请来观音供奉在拱南宫内，并于龟尾湖边树立一座大型的奇龙观音神像，也蛮奇怪的。在这样做之后呢，岛上就安宁无事了。非常的棒。
镇。啊，近期呢，哈、哦，风化现象、坍方的石头把这些硫磺孔堵塞住了，所以这个硅藻黄金就是偏少的指出。啊，这个硫磺金的味道呢，有点臭臭的，类似水煮蛋的，有两个特殊功能，一个呢是催吐功能，一个呢是提脑功能。啊，就是一层一层的，放在那里先煮熟喽。在补充介绍，黄金所处上的温度有多高？近期的量测，它的喷水孔数竟然有高达约116度的高温。比较可惜，它是无法让大家来泡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的水质是一个酸性水质 ，pH 值为2到6，强酸哦。啊，加上呢，这边龟首的海水太酸了，水流又流得非常的急速，所以不适合开发温泉让大家来泡。